用药水啊，不然那个没办法打。嗯、对啊，嗯，太可怕了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动作太慢了、啊。哎呀，太可惜了。要打欢乐场吗？欢乐场啊，欢乐场啊。好那个啊，大家都心有不甘。你们赶快结束啊！直接结束啦！你们赢了吗？瞬间碎掉了。哦，这个我再去把它静音了，气死了！看台就算了，还问这个问题？对啊，生气！还在不该说的时候说，该宰。嗯，找小队长来玩，气死了！直接捅了一刀，哎，你有受伤吗？刚被气你，难过。好啦，为了明年，我们为了明年，我觉得明年打一场欢乐赛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搞不好我们只要再更熟悉一点就有机会了。应该说我们挖矿的。太多人在挖了，嗯，其实然后上去来不及给资源，是上去太慢了、啊，上去太慢了，嗯，其实是比较麻烦，应该要旁边跟一个，然后那个人就负责自杀，然后找资源，其他继续挖这样。没有啊，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场主要是这一场的地形我们不熟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也是啊，我觉得也是下午第一场，大家。才刚开始玩，我们完全没有练习，大家紧凑度不好，手感还没恢复，时间到都还在下面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老皮台的 review， 我们的那个就是赔率是我们是七十几万哎、欸，然后他们才三十几万，哇，赚翻了，大家都相信优质皮们，我们努力了，对手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太猛了，我们就可以好好干活，大家都咬我们呢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了啦，以后我要自己挖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是因为第一场、啊、大家还太松了，总觉得时间好像很多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慢慢挖有没有？不然我们提早三分钟上来，其实那些准备都可以就绪。嗯，没有好好提醒到。的 review 老皮一直在强调秋风穿皮革走。皮革走。哦，那个东西我没有换过啦，我想说怎么会改成这样子，所以才换了把它换出来，因为我跟之前玩的不一样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就是那个我们没有练习时间啊，我们都是实况组，才刚起床，还没办法练习。对，才刚起床，这是重点。我们昨天是那个四五点比，我们就已经先练了几场，然后才比较警觉。而且他们好像买药水，我看他们打自己补药水。有，他们自己补药，他们自己补药水跟带凋零药。有啊，我有做药水给你们都放在箱子啊，可是还没有办法拿，他们就过来啊。对啊，因为太突然就都太慢了，我们每个人动作都太慢了。而且都是那种凋零凋完之后马上往后退，用弓箭射，超扯。超痛。唉，难过。打不了。他们真是好恐怖啊！结果我们壕沟是。给自己跳的，真的，我摔下去两次，我一直被打下去啊。所以我从上一场就开始说，其实壕沟很不必要。嗯，壕沟就是双面刃啦，我觉得。其实有啦，他们那些掉下去，然后我就直接在上面扔他们药水，他们就直接死在下面了。嗯，不是啊，你们壕沟他们弓箭一直射，你们建筑工一直往下掉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们箭太慢了。嗯，我们最后应该都要在时间结束前都要全部都弄好，可是我们太慢了，我们太慢了，不能不要说那么多了，直接打了，换成长了。他今天什么都不想做，那个啊，大家进来啊，大家进来啊，然后打架，我在小队长那边来，哪一个 IP？ 哪一个 IP？ 这个、嗯，不要留一下啊，我们下去讲，下去跟我们讲。我们怎么看？来，欢乐场，来，快点，那个1.10，好吧，那个 IP 这个，啊，你们等一下有谁进来，再帮忙给一下，十个人，来，好看不是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
它那个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墙，然后我要往后跑，那直接这样打开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变到前面了？没有啊，我把那个墙打掉啊。你说秘密墙哎、欸啊，这才隐私权哎、欸。他可能这样藏起来而已啊。隐私权啊。隐私权是啊。对啊，我在。不知道、啊、你知道那些赛评，我上面穿着西装，下面穿着内裤，你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我躲在里面，你怎么样都看不到啊。我看不到。这边好像可以直接打通啊。那我们一样排队啊，我们打那些奇怪的人。奇怪的人。秋风，你想玩什么地形？啊？秋风，你想玩什么地形？我随便啊，我都可以啊。啊？就刚那个啦。都可以啊。复仇，复仇。再死。复仇。真的啊。哎呀。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要到底要做什么。嗯嗯。OK。为了第六届努力。嗯，第六届，这么快就第六届了。人家日本代表队有没有三年就开始练了？为了第三年的比赛，嗯，我要开始。我现在要练习，不用看坐标也知道钻石在哪里。自己想归位是不用练到这样。来 ，IP 这个，你们赶快进来选红队，等你们。你那个数字啊，可以稍微排列一下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一直在挖上挖下，挖上挖下。好啊，同一个高度的方案没关系、嗯，地图一样，我就再又做一个更。不用，你已经做得很好啊，嗯，是我们练习没有练习到啊。嗯，我们练习的机会太少，就是时间比较少。速攻队伍，就像樱木花道第一次上场。跟你讲这样，这才是我们的正式赛啊，对不对？正式赛就是，哎、欸，正式赛要开始了，正式赛开始了，还想比赛啊教练？我还想比赛，这才是我们的正式赛。对对对对对。刚这也行啊。我们实况组本来就是去娱乐，是要这样讲吗？我不要，对对对，我不要。听起来好难过。我要选白队还是红队啊？啊、我们白队啊，我们白队，白队白队啊，这是你去敌队啊，补一下人数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刚刚追我们，我哪有追你们？有，去吧，还是我们应该有七七，不要再放龙头了，不要再放龙头了。哎、欸，我要买东西，还有巧克力啊，还有我。他们刚应该还有人，三四，有他们，我叫他们进来。刚谁不进来的？赶快哦，1:10，还有谁还没进来吗？说一下，快来，进来选红队，快！地方开始放龙头、啊。他们还有一个人，开放喽！有来了，我放不了。来。就发现对面就是我们刚打那一队、啊，我们就，全部脱掉岩浆装，知足在对面哦，对啊，准备放这个，可以啦，因为刚才知足追我们是不是？好啊，你做龙头啊，我做这个啊，知足想要跟我们敌对啊，都没有，正式开始喽，正式赛哦，正式赛喽，正式开始喽，这才是正式赛。嘿，杰瑞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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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式赛，挖泥土，讨人厌的场地。有，我已经知道水跟岩浆在哪里了。看到这个场地就觉得好恐怖哦，天啊！你去，不要难过。树苗。哦，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输，可是我不甘心。你们等一下挖到红石也可以带上来哦。有啊，要做炮了吗？他去做炮了啦！哎、做炮了啦！做炮了啦！做了啦！做了啦！该做炮了！古粉、啊，蒸汽器了啦！该来了！古粉，蒸汽器，砸一下啊！那他就因为你动作慢，你要自己去换啊！好，没问题。红大车被抽走了。红石，红石，等下他们说不定可以挖上来啊！
啊？太脏。怎么被拿走？莱姆都被拿走了，我再自己去做换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莱姆被谁拿走了？什么东西？真的还没做。你要什么？莱姆啊？莱姆可以换啊，石头可以换。不是啊，这样子你们怎么不见了？你教太慢了，你记得我们上一场的教训吗？速度。我们要快。对你动作慢还怪人哦哦。好快啊！好快！好急！哈基哭哭。所以我们的战犯就是哈基。哎呀，马上抓战犯！原来如此啊！快抓了，快抓了！我每个都是战犯啊！每个都是，每个都是。Hello， 赶快 QQ， 都太慢了。不要把我杀！你不要把我杀！我来垫高。嗯，我来垫高，你下去。好，垫高。啊好，哎，你这胖子！不要这么，哎，你脸太高了。你在干嘛？我的。你们在干嘛？哎，哇，这么高！哎，被吸走了。哈哈，还会掉下去，会掉下去。接下去给你吸好不好？我会喷给你。我开始觉得这个位置好棒哦，体会到箱子里面有石头 ，OP 点的感受。不是不好意思，各位伙伴们，如果需要木头的话，可以不要把丛林木下面挖掉吗？丛林木给小雨挖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保留一下吗？我爬不上去，我歪歪歪的才掉下来，然后一直把我丛林挖掉。这样你才可以一直体会衰落的感觉、啊。有，可是我在很下面回不去了。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，是不是？你要几个？三个就好，我做个稿纸，全部都给你。哎，所以其实应该三分钟的时候，大家要上去准备那些东西。是啊，是啊，五分钟就可以，五分钟就要了，五分钟就差不多。哦，原来是哲平哦。哦。叫你早一点上来哦。是啊。哦。我对不起大家。哈哈哈哈哈！请吃饭，我请吃饭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场欢乐赛开心一点，还好吧？你就请请九个人吃饭而已。桃园酸白菜锅见啊！你可以来台北，酸白菜我才不要嘞！可以来台北，你可以来，你可以来美国吗？听起来还不错哎，听起来不错哎。那个，滋味美国。哲平，那个机票钱帮忙一下。对啊，我们要跟你要请吃饭，我们要去美国一起吃啊。对啊，我们美国纽约旅游团好了。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谢哲平，谢哲平，谢谢你。没钱没钱。谢谢哲平。谢谢哲平。投的太顺了，你还认真哦，哇，太好，我们等你一年。哇，真好真好真好。一年好一年好。我听着这句话了，我明年的庆功宴就是你请我们去美国了。谢哲平谢哲平。2018年的1月31号，我们就要去美国了。拿冠军啊！冠军要拿，我们等下赢这场就冠军了。对啊，很容易的 ，easy 的，哎 ，easy 啊 ，easy 啊，没问题啊，谢哲平，谢哲平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石头吗？嗯，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峡谷真的很棒，对啊，东西很多。你们就是被这个峡谷迷惑啦，然后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那我们不是输给队长，我们输给自己了。嗯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太贪心了吗？对啊。